吉斯坦官员说，激进分子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袭击了至少20辆北约运送补给的卡车。警方说，至少1人在星期三的袭击中丧生。过去这个星期中发生了一连串针对北约补给车队的袭击事件。北约部队正在打击越境的塔利班激进分子。塔利班称，其中2起袭击是他们所为。这些袭击事件在巴基斯坦关闭开伯尔部落地区的图哈姆过境点之后开始。此前，巴基斯坦认为北约的突袭造成3名巴基斯坦军人丧生。星期三的袭击发生在另一条运送补给路线附近。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莫雷尔星期二在华盛顿对记者说，美国正在跟巴基斯坦政府共同努力，争取尽早重新开放这个过境点。莫雷尔重申，关闭过境点和袭击北约油罐车并没有影响北约军队为驻阿富汗军队增加补给的能力。